Ufoodie QR 扫码点餐系统，顾客可通过两种方式扫商家餐桌上的二维码，即是下载 Ufoodie APP 或是手机里任何一个扫码功能。顾客扫了二维码之后，便可在手机上查看店家的电子菜单并下单，所有在电子菜单的显示都是商家在后台自定义的操作，像是菜品价格、简介及图片。另外，顾客也可在手机里自行调整显示方式。待点好餐、确认下厨后，商家即刻会在收银系统收到订单通知。这时，若顾客还想要另加点餐，点击继续点餐；若想要查看所点的菜品，也可点击查看订单。若需要任何服务，顾客也可在店铺首页点击呼叫服务员或是呼叫买单。在商家后台，商家可进行自定义设置，像是限制可点餐范围或是隐藏不可用的菜谱等等。在收银部分，一旦顾客在手机下单，收银系统就会马上在消息部分收到通知，这时商家只有在操作后提醒才会消失。此外，顾客若是在 APP 里点击呼叫服务员或是呼叫买单，这里也会出现提醒。 QR 扫码点餐能有效减少人手不足以及提高服务效率，更是能提高翻台率，减少在点餐时的人为错误，让服务员有更多机会提供更贴心的服务，像是及时为顾客替换掉落在地的匙筷等等，绝对是提高顾客的用餐体验。另外， QR 扫码点餐也能让顾客预先点餐，只需在收银的排队功能进行打印排队号，顾客取号同时也会获得预点二维码，让顾客在排队过程中可以预先查看菜单及选择自己想要的餐点，节省菜单的印刷成本及提升服务效率，快速方便是顾客唯一想要的绝佳服务体验。 Ufoodie 智慧餐饮综合服务平台。